找你在寻找你的同乡线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，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。好歌就真的要一再一听再听。有一些歌曲就是经典，在什么样年代差不多成立的。你好像听完他的歌，你已经看过未央歌一样。哇，所以今天你看听你唱这个歌，好像进入到回忆，有没有？对，真的，我自己有时候唱自己的歌啊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而且是觉得好像在听别人的歌，是是是，就是也是自己的这个童年欢乐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感觉了。对，所以我要特别准备一道小菜。来服侍你，是吗？是是是，什么特别？你也要唱一首歌？不，这两位是为你准备的。我先带来一段美女变魔术。美女变魔术？对对对，为什么唱歌唱了一半要变魔术？没事，他会变出很多你喜欢的东西，好吧？一起来欢迎我们黄老师的主菜——美女变魔术。哎呦，杰瑞君君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这就对了嘛！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这里多舒服啊！我刚我以为掉出来的卫生棉，那就更厉害了。啊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！哎呦喂，哎呦！哇，真是太棒了！老师，那你个人感觉？我个人感觉是杰瑞是哪位？是我。哦，哎，你瞎了吗？我也叫杰瑞。哎，真的我也叫杰瑞，我也是叫杰瑞啊，杰瑞。对，我看到他名字特别这个很有亲切感。哇，那有一首歌吗？搭讪的方法，他们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一个魔术，好吧？他们两个今天就配级给你了，就当做你们那一对，我们两个这一对，你们哦要对抗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？带来这个是灰烬预言。灰烬预言，没错没错。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全新的那个扑克牌，来，请我们的黄大哥检查一下。还没有拆封过的，对，还没有拆封的过的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扑克牌，是吧？对。谁相信你的鬼话？真的吗？真的，还没有拆封过的，给他拆看看。好，作弊。那我现在先来打开一下给大家。只是形式上打开。接下来我先洗一下牌，然后呢，我要请我们的黄大哥帮我们抽出一张牌，然后这牌呢，千万不能给我看到。好，这张。好，那你给大家看一下。给大家看哦。好哦，好，知道了哈。好，看完了之后呢，可以请黄大哥帮我们放到我们的盘子上。就放上。对，直接放上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我们的点火器。要干嘛？请你把它给烧掉。真的把它烧了。对，真的烧了。我们这里头是负二楼啊。负四楼，哎呦，看起来要烧很久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把这个扑克牌给
真的烧掉了。然后呢，跟大家讲呢，其实呢，万物都有灵魂，而我们的扑克牌也有我们的牌魂。好可爱哦！对，不管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讲这句话可爱在哪里？中介，你一直在那边 enjoy， 你太投入了。观众谁会理他的鸟？没有，好，对，好，君君，有，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牌已经就是烧了，有点焦了嘛？对，我有点小心。君君啊，有，我的心也烧了。这个魔术其实很简单嘛，我们刚刚不是就是我没有看到牌，所以呢，我可以感受到刚刚这个牌到底是什么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可以选择我身上任何一个部位，然后请你用手，然后沾一下这个灰烬，然后抹在我身体任何你想要觉得它可以出现的地方。真的可以？真的可以。你要先选部位，可以选一下，选部位。你希望这张牌等一下在哪里出现？心里面一起想着那个部位，好，那边好。好，在这个香肩上。不，可以退低一点，我们看有没有藏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藏东西。OK， 没有。好，好。然后，请你用手沾一下我们的灰烬，这样。要这样。对对对，可能要沾多一点。沾多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。可以抹抹，真的可以这样，对，这样会害羞哎，这是美女魔术团哎，这些魔术真的都会红，好了，要抹成这样子，还没有感应到哎，可能因为你们之前没有接触过，什么意思？这个魔术太棒了，魔术感应不到啊，那到底要怎样？那我们换一边试试看好了，换一边哈，好的，这边好了，这边比较明显。有感觉一点了吗？是这一张吗？是这一张吗？刚刚的牌，黑色的红心七，是这一张吗？是是是这一张吗？真的是哎，有，我们刚刚有看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这张吗？哎呦，掌声鼓励，真的是这张，真的耶，可是刚刚是随便抽的啊！你刚怎么那么傻？你忘记做记号做在哪边了？没有啦，这个感应不到啦，没有，今天比较微弱一点，没有那么敏感啦。老板是来了，老板没有来，没有来，好吧，做对了，你就固定了，好吧，以后在我们节目里面确认，真的吗？会搬乐器吗？会啊，会搬跟斗也会，摄影会不会？我会，没关系，不会都没关系，哈，没关系，就来就好，能来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你们跟他们一对，我们要挑战120,000元的奖金，是，如果赢我们两个的话，就拿120,000，好不好？哇，好嗨哦！平常只有60,000哦，今天120,000，舞董你开心对，舞董一起来看《两岸》这首歌，来了，欢迎黄淑群。白日依山尽，嘿，黄河入海流，嘿，黄河入海流啊，欲穷千里目，嘿，我又不是麦老师，更上一层楼。耶耶耶！